哦，好香！哇，这真是奶茶哎！哦，好好脱掉，抓抓猴，抓猴！妈，干嘛？这福利会不会太好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这画面超香。今天带了一只畜生，不是你吗？对，我是畜生。还有一只畜生，一只狗跟一个妹子。一只畜生，一只狗，所以我是畜生。我后面讲，我后面哦，我是妹子哦。你干嘛？你这么喜欢当畜生？还没有睡饱。对，先来宜兰玩一天。你看他受不了，他受不了了。没事，他失控，不要理他。不会啊，可爱。然后那个今天出来玩一天，对啊，先从早餐开始。他对你投抱着羡慕的眼神。好爽哦！你不是把它吃的很疗愈吗？这样厚道，所以它就一直这样子。今天没有哥哥跟你抢，就你一个人吃。好爽哦！你看，这个是正常开美机拍照的人，这个是开美机拍照的人，会歪掉。好烦哦！太胖是会被杀掉的。哦，红红红红红红。哦，你这个双下巴，好像乐群哦。红杀。好，走去钓鱼。今天还有乙楼啦。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，就是要拿虾竿出来嘛。对。等一下我们用虾竿钓一点，他们这边有个很特别，叫阿嬷鱼。阿嬷鱼我钓过了啊。你钓过吗？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我钓过。那不是那石斑鱼是什么？石斑鱼我不知道啊。石斑鱼的脸长怎样？是他模仿吗？对啊，他阿嬷鱼很溜啊。就等一下拿虾竿试试看，然后这边也可以钓路亚啦。反正我们先钓一点小鱼，建立信心。钓路亚，等一下钓到比较大的那个，可能难度高一点。可是你都已经钓到了。我是谁？好歹我们跳路亚的资历也是很高的，对不对？现在这水会很深吗？没有啊，就这样而已啊，你看得到底？我看不到啊。可以啊，你走过去看一点。浅浅，而且很清澈。走过去看一点。花小，蛮明显的。对啊，就看得到底啊。对啊，水蛮干净的。听说这里鱼有钓到大只，蛮好吃的。真的、哦？所以我们今天会把鱼带回去料理吗？如果大一点的阿嬷鱼应该可以。对啊，反正有郭师傅在嘛，对，鱼交给他就是没毛病。好，我们组装钓组。好，所以我今天在旁边帮你们加油。你也要钓啊？要钓出来。吃掉，我看你又不注意哎。你看吧，就可以了。你看那个了。这个是老板钓。哦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。这个钓手很不错的。哦，我钓啊。很屌，很屌。哎，今天就只要钓一百斤，喜得蓝宝石。师傅说是蓝宝吗？他说是蓝宝。这是蓝宝。那个拖狗。你钓到我靠吗？我刚刚。丢啊！那个一直放枪哎。你看蒸汽哎，以后好歹你也，我有教过你钓鱼，钓得这么烂。是勾了半天丢下去就掉了、啊，好像是哦。安内啦，我还在学习。好，对不对？喵。嗨，小猪。哦，哎。那应该勾到的。我真的是塞狼哎。对，我帮你氪金了，帮你氪金了，储值了。款项已到账，使劲吃奶一样丢过去。啊，这是不出偶的啦、啊。怕？你看看，哦，蛮多的。哎，结果那么多大的，你钓一只。香菇。这只有小只的最好骗啊，有没有办法？啊，没啦。狗跟你的枪好好吃哦，好。你不怕它呀？
哦，好羞。哇，这真是奶茶哎、欸。好温暖啊。阿贝，快来照哦。快来补画面哦。没有，他热水扣子抽掉了。真的、啊？没有，真的是怪怪。打麻将要喝酒才行。我有个人照。我这里是轻松派。就是随便钓，然后随便玩，然后那种就是，晚上夹菜就交给乐群那种，加油，等着吃，对，等着吃就好了。这样真的是怪怪的。终于了，我可以现在就下订单了。这个跟那个更衣室好爽哦，有点像。辛苦啦，辛苦啦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大鱼不咬而已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哎、欸，乐群。我跟他叫到阿妈，我不相信，真的，我还录影存证，你才笨蛋。这个装备也太好了吧？这个就淘宝买得到，你在淘宝买的？虾皮。哎，这个不错哎，很舒适，真的，这不会淋到雨哎。去野那个钓竿，我也有一个用过。阿姨。真的，常常都下雨。哎，来到宜兰怎么可以不洗温泉呢？啊，今天带两个妹子出门，当然是要洗温泉啊！然后我们去突袭他们的那个啊，突袭他们的房间啊，突袭他们的淋浴那个沐浴间。各位，看福利就要看这把啦，还不赶快先点赞分享，有良心一点，好不好？带大家看福利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啊！对啊，好爽哦！听着这个福利特别舒服哎，直接脱门了。开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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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！走走走走！汤屋很可以耶，漂亮。而且如果我们是早上来拍的话，应该采光会更大，拍起来更好看。它的景很美，可惜了，我们太晚来了。但晚上也有一番红，可以看夜景。可是这样子，如果风光光的对面，拿望远镜不就都看得到了？对，合理耶，好养眼，难怪大家都买那里。那现在我也要来买，我也要来买。可以哦。那我们可以一起泡吗？好，来啊！来吧。啊，那个来之前泡，不能穿衣服。好，可以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先脱了。因为我自动把打马赛克。可以有，可以有。就后面不要那么近。哦，已经透了，是不是？摄影师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这画面超香。你看一下他妹妹是不是真的大？真的。听说他妹妹很大。什么超大妹妹？对，我是现在一直想要流鼻血的。哇！你不是应该剩下在抽几年吗？抽空吗？抽空吗？我现在很想要这样的。抽空吗？这画面。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就交给你了。就交给你了，我们走了。我们再帮我们多享受一下。我感觉我这边也很烫，我好烫。你们可以撤，我们自己搞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们也很不想走哎，嘴巴说可以，身体却是很诚实的。好，拜拜，拜。泡完了，泡完了。他说你们爽完了。他看着四个女生在那边爽啊。他
他完全没有在理我们哎、欸。是哦。四个女生哪有四个女生？四个啊。他自己不是，他自己不算。哦，三个。哎。你有那么冷吗？啊。泡完不是全身蒸汽那个。哦哦哦，可以哦。这里就你最热。很热哎、欸。一个像大学时候这种很多女，就是女生就去泡汤那种同乐会的感觉。那你们想说啊？我今天超幸福。为什么？超香。超香哦。你们都不知道。你有伸舌，有伸舌头吗？有。安尼啦。我的舌头都伸到屁股去了。规工的啦。舌头都没有，他舌头都没有停过。啊，安尼。对，超幸福的一天。安尼啦。今天我豆腐都吃够了。好爽哦。冰淇淋也吃够了，好爽哦！阿妮啦，阿妮啦。